状态的话就都还在磨合吧，就越来越在解决问题，越来越好。我们这次德玛西亚杯的目标的话，就主要就是练一下，然后练一下我们的磨合，就目标的话就越往上越好。打能力有所下降，对啊，就越打能力越差了一点。而且现在是潘森打野这个玩法也非常流行，强度也很高。哦，今天也出场过，打野位两边都选的这个版本，就在刷野效率上有一个加强的一个延缺，现在也是基本上是跟男枪在打野优先级上应该是最高的。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点啊，就是老干爹这边感觉主播有想法了，要上了，踩谁？哎，这边上来直接被晕了一下，自己要先被秒了，岩雀这边死了，但这个点应该是能烫死。日女一个人，这位置要交闪了，但感觉交闪也不一定能走，可以跟 W 闪接一个 Q 技能，直接就秒了。已经是支援过来了，还想越吗？这不越感要出事了，鳄鱼第一时间顶塔，吃了一下塔伤，直接被秒，还交了一个 TP。稳一手。说实话，阿卡丽的塔没那么好越的。我来了，爆弹下来，这个位置知道你没闪的。闪的。哎。踩到，但是还比较肉，开了 W， 哦，踩回来，对的，记得，连屠了回来。嗯，毕竟对面人都不在下路线上，辅助不在。拿到了，套虚弱。旧梦没有傻，这波感觉有点危险。预判了一手岩屠，这边开一个大招，坐动车过来想救一下。风的位置还不可以，但是救不到自己 AD。就现在想法有点统一啊，都是想先给中路点压力。哎，黄龙 PK 这边拉到了。要不要交大？大招被这边闪现躲掉，还要拼。这位置身上还握了一个治疗，握得很死，治疗加速往后拉。有大，打上来，感觉要有点危险。加里奥来，大这边救梦能走吗？身上是没技能了。加里奥往下路走的话，那峡谷肯定没了。又交了一个 TP， 阿卡丽的，想杀一下这边女刀。阿过来，反向E过去，二段大招，然后再给一个 Q 技能，再飞回去，很帅。包括岩雀，岩雀这个英雄最大的问题就是打到后期他的一个生存。是的。哎，这场阿卡丽。飞刀、啊。大招这边指过来，岩雀开大，这个位置交一个闪现过墙，但走不掉啊。罗尔这边也跟闪了，旧梦这边过来想要去收这个人头，侧面红色方又踢过来，这里又是一个岩雀的大招过来封路，留下了一个 Flora 也是再次阵亡。两边支援都很快啊，但是我感觉阿卡丽可以操作一下的呀。这边也是三包一包鳄鱼，鳄鱼这边大招开起来，一个岩渡抬回来直接秒杀。下路这边有一个侠阵，加里奥也可以大杀，阿卡丽很灵活，真不好抓。啊！还反杀了一个四打一被反杀，而且就阿卡丽真的他在塔下没有那么好抓的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潘森加岩雀一个双飞组合。这个位置上来留一下，直接选择卖了，没了呀，很好的配合。对，这波也挺尴尬的，就是下来之后留不住人。那这波阿卡丽怎么操作的？刀妹先 Q 上去，阿卡丽优先清兵，然后开烟雾弹，然后没有人，纸箱真的找不到，然后被防御塔砸死了，就很尴尬。下路把这个外塔给带掉，但鳄鱼已经来了，这个位置想上来想打，看你一交了，打招开起来，亮一个 TP， 那夏雨这边感觉不跑了呀。这个虚弱感觉，说实话，交的感觉也没啥意义。这边要等队友操作，但队友完全没有想来啊！哎，往回 Q， 疯狂给助攻，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操作。这边又找机会打了一套血量，这直线就，哎呦，潘森又飞下来了。这边直接找加里奥，加里奥就交了个闪现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卡莎直接疯狂输出纸巾，就把这个刀妹给点死了。看一下后排，鳄鱼顶到后面之后，这个曙光感觉完全顶不住，然后卡莎带一个大招飞过来，这个加里奥现在在一个人在四个人中间。还是要死啊！这边中路要么破高地，要么就直接去打大龙。岩洞直接形成的情况下的话，这个打团的支援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嗯，看一下这波，这波其实就是第一时间利用我这边一个绕后 TP 配合一个大王星过来，直接把这边想要做视野的老干爹的众人给包住了。然后再加上现在装备的一个差距，正面团打起来基本上都是一边倒。这两个岩雀大好像形成的阿卡丽，感觉只要飙到鳄鱼，感觉就可以直接飞上去。哎，加里奥这个位置把 E 拆交了，哎，一丝血，哎呦，闪现一下没了。刀妹拉个双刀也没中，那家里的野区资源又被全部给吃光了呀。现在就你家就是我迷茫，老干爹这几个人在中路晃，但也不知道干嘛，指了一下没指到，再一个大招也空掉，这边一个大招位移过去，这边先出来日女人头，阿卡丽也来了，一边倒闪现上来，阿杰一眼一飞上去。然后这边交了个近身，二段拉过来，鳄鱼又是包到了后排，这个位置加维已经悄悄一个人开溜了，但是这边鳄鱼就没什么好运了，结束了呀，一波了应该是，感觉没了。刚才这一波女坦一空R空，所有技能都交了，阿卡丽就可以自由飞翔了。
就操作已经变形了，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这场也是打得非常的快，下路这边又开始 battle 了，最后一次 battle 不过的。嗯，这边再玩一下。那我们这场也是可以恭喜 WE 拿下了 BO5 第一局的胜利。